这是现烤出来的吗，姐？都是现烤的。哦，这些都怎么卖的呀？1块5一斤。全部都是吗？对。这个带夹心吗？这个带薄条。那我要4个吧。这个是板栗的。板栗的。这个。哦，那来2个吧。哦，原味的也来2个。是汉堡的那种配置。对。哦，这个多来点。这个是枣泥的吗？对，豆沙的。买的牙膏到货了，活动通道我放评论区了，抖音左滑逛商城，各类好物低价场。我是寿司，寿司的，对，行。来个奶油的，奶油的是什么呀？这是在家加了果酱。哦，那你给我加一个橙子味的果酱。啊，对，麻花。哎，这个麻花你要吧？麻花不要了。一个2个。我再要点这个吧。还要刷一层油吗？对。这里面没法的，他家都煮了。这都要烤多久啊？烤四个钟头。四个钟的，要4个吧？干。你买个1元钱。今天是面包自由日，我还让老板给我加了果酱。今天的夹心是甜橙味的。再来个豆沙的，我买的时候刚好是现烤出来。好喜欢吃这种面包啊，怎么吃都不会腻。这种就很适合当早餐吃。再来一个蜂蜜小面包，最喜欢底部焦焦的部分了，中间还有个小豆沙。这红豆的手撕大面包，哇，馅料好足呀！这种干巴巴的吃起来就很香。这个是原味的大面包，这种面包吃起来就感觉很干净，不会长胖的感觉。最后一个板栗的，这个也很松软。妈呀，咬我嘴唇子了。我是不是想吃肉了呀？